中场休息，这被他们发现完蛋了，你赶紧回去。那个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被人看见。我给你拿两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 你要不答应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我让他们开天窗。不能这样。那要跪下吗？起来。不答应。可以了吗？ 马上就能见到我了，么么哒。累不累？累，加个油。爸爸，你能不能换个癖好？儿子马上4岁了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 哎呦，哎，我有一个女儿就够了。今天听妈妈话没？行了。恭喜你啊，陶老板，明天就要开业了，紧张吗？紧张什么呀？有我那是不是？咱说好了，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据点了，就怕到时候忙不过来。还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赶紧把这领了吧。 省得耽误人家。哎，好好一个董事长，不当跑这儿当苦力啊！而且还是免费的。你们
那某人不也是放着大明星不做，非得做什么幕后制作人吗？是啊，某人结婚了，你呢？怎么也长不大了呢？行了啊，你们。一开始啊，我也觉得他不靠谱，我觉得他就是心血来潮随口一说。结果你这一说，说了整整四年啊。林姐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马哥对你是真心的。小动物，没白疼你。某些人都一把年纪了，没有几个四年了。今天玲儿，你得给句痛快话，到底是行不行？就是，别乱拖，再拖我都看不住嘛。行吧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成了啊？哎呀！这嘛，哎，这样啊，我呀敬大家一杯，真的，就是谢谢大伙儿，真的谢谢大伙儿。你说我比你们都大，但是我这人呐，不喜欢倚老卖老，也没什么可卖的。你说前半生我过得稀里糊涂的，很多问题呢也都没想明白，到了想明白的时候，也就老了。你看我是过了42，才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，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然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日子。所以我就觉得呀，真的不用着急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而且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好，所以啊，一点都不晚。我干一个啊！还有我，谢谢。曾经我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了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彤彤身上，但没想到30多岁了，居然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店，还有了自己的家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其实年龄带给我们的不是限制，而是更多的选择权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永远不会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越来越好。副总，来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。你是该高兴。你以前不是总说自己31了还一无所有？我那会儿就告诉你，你就是因为你一无所有，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我不信，你看，你全来了吗？是，借你吉言。如果要是再早2年，我可能不会像现在整间店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承受力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不是在老牛吃嫩草，而是我在最合适的年纪遇到了你。没错，我也是。你们俩这还有3个大活人呢，谁还没个老婆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每次一个一个的欺负我老公没来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从今往后，我要换个说法。今年我才36，就有了这么好的老公和这么可爱的儿子，我是人生赢家。那我才42啊，对不对？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说得好，我才29岁。闭嘴！闭嘴！我才35岁，就应该吃好喝好，身体好。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来来，来。你干嘛？一起啊！哎呦，喝不了酒。你快点吧，手都端得哆嗦了，都快点。哎呀，我才37，我要当妈了。哎呀，我都怀了，师妹妹，怎么办呢？多刺激啊！哎呀，我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还这么成喜的吗？哎呀，天呀，你玩那么久啊你？哎，我呢？没事，跟彤彤外面玩呢。来，我敬我干女儿一个。你这想女儿想疯了吧？这么大我生女儿，那以为是双胞胎呢？那不更好吗？双胞胎不够，3胞胎。哎，你们家彤彤说，你们家果果的玩具给我留着啊。哎，都给你留着，都是你的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